那就可以了，下个礼拜四还的。嗯，好。喂，乐乐，你该不会还在睡觉吧？哦，图书馆了。好，嗯，好，那我跟唐先去教室哦，那你占个位置。 好啦，拜拜。要开始拍咯，准备！快快快！三、二、一，耶！啊，照片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在找一本书，刚刚才拿过来还的。 那你还记得书名吗？《美人鱼公主》。哈？《美人鱼公主》吧，新闻吧。好，稍等一下哦。嗯，刚刚被借走哎。什么？需要帮你预约吗？ 其实，有了他们的陪伴，永远不一样。
小鬼，谁说你可以跟下来的？快回去！我要跟你一起走啦！我要跟你一起走啦！干嘛这样看着我啦？快回去！真拿你没办法。乖乖跟好，不准捣蛋，听到没有？点什么吗？我一杯热 latte， 马上来。